累积了我们三餐厨师节来历届的一些配合活动的文创商品。那我们这个区域原则上是，离山坡区啊，它刚有做都是原创的，包括毛巾、猫头鹰，然后徽章、幸福花、石杯子。然后这个地方是狮头山，狮头山客家元素的一些伴手礼，包括擦手机，然后还有包括桌游，还有包括台湾玻璃馆跟我们配合的一些变色的杯子、茶壶。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观光局吉祥物欧熊他授权的一些产品的陈列在这里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今天这个活动的泡汤的浴巾、毛巾，还有一些包包，还有一些香皂。然后这个是针对我们三餐处国际型活动的阴阳八卦的一些照片，包括他的一些面具啦，然后一些手帕啦、徽章啦，还有一些杯子，还有一些环布包，还有这一边阴阳八卦的伞两个。那这一组是八卦三口所有的开发的文创商品，那就是在这里。那非常欢迎你们今天那个台湾歌星郭婷云过来。好，加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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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